实性的了。我记得在大本营的舞台上 N 年前海涛也扮演过相同的一个角色、啊、对，有，我希望节目组到时候把那个对拿出来。我来问一下活色生香剧组的其他朋友，有亲眼见过这个造型的举手。好，那个两位看，当看到李易峰扮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什么感觉？唐嫣什么感觉？太美了，太美了，是不是？我把他那根毛给拽下来了。你给他拽下来了。哎，其实我更喜欢你，我更喜欢你发给我那张少女的那张照片。那个在大明的早期我也做过，这也做过，海涛也有这样的造型，同样的一个造型，要拿出来、啊，你有做？哇哇！哎呀，就是这张发给我，就是这张。你该不会还贴了那个双眼皮胶什么的？贴了假睫毛，然后。那天化完这个妆，我就把这个照片发给你，你发给我妈，然后跟我妈说，都是长辈长，好吧，都是长辈是长。就他那个时候刚好跟阿娇在拍戏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说这张挺像阿娇的，你问他像你知道阿娇怎么回答吗？哪里像我？哎，你自己好像呢，我想问一下，脸上有一些那种享受的表情是怎么回事？为了进入角色，为了进入角色，上一张还咬了嘴唇。